好，我看这里哦，他告诉我 A 点，告诉我 B 点，告诉我 C 点，求上线 ABC 在 XD 平面上的正碎面积，在 SD 平面上，换句话说，我就把 ABC 三个点，把投影在 SD 平面上的投影点把它找到，行不行？所以 A 点投影过去 SD 平面，什么叫 SD 平面？投影在 SD 平面上的时候，代表它 Y 轴坐标一定是几零，所以说是403 ，B 盘604 ，C 盘406使出来了。好，这时候求面积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在空间当中求面积怎么算？在空间当中求面积可以用什么外积来算？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以 A 点为基准。把 A prime B prime 算出来，把 A prime C prime 算出来，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把6.4201多少？003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这时候麻烦你把 A prime B prime cos 多少 ？C prime A prime C prime 把外积算出来，怎么算？把分量抄两遍，对吧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把分量抄两遍，把两边用什么？用括号划掉，把右减左，0-0, 0-6-6, 0-0, 0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今天上行多少 ？A prime B prime。C 盘面积，二分之的向量 ，A 盘 B 盘 ，cos A 盘 C 盘什么值？绝对值。所以说把平方加平方加平方，开到6乘上二分之一，所以算出来会是几？3，是出来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把这边看一下。